要加儿子好友吗？算了，等他加我好了。要加还是不加？人生啊，才没有标准答案，就像做咖喱一样，加和不加都是一种幸福的滋味。加了，加了番茄的咖喱还不错。自由的咖喱，幸福的道理。他怎么都要吃咖喱？好事咖喱，Enjoy Curry。